兄弟们，由于最近没有工作嘛，没有上班，带着丹丹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乡村生活，挖野葱啊！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野葱，哦，这个可不是摆拍哦，这个是真正的长得有这么大的野葱。然后丹丹就负责挖出来啊，我就接着野葱就行了啊，要注意安全啊。来嘛，直接把它扯起来嘛，那野葱。我看一下，把它那个挑一下，对，挑一下，不错。这个野葱炒腊肉啊，很好吃的，真正的野葱。兄弟们，开挖机太辛苦了，快来跟我们一起来挖野葱，看一下我们的成果。